公丹亭的监护机构已经准备妥当，公爵大人，但把罪人接回来这种小事，不必劳您大驾。还不是觉得你们只会干粗活，不知道什么是分寸。您好，请问是哪位？你父亲的同事莱欧斯利。 和他的朋友一起过来了。您请进。爸爸还在收拾东西，要再等他一会儿。没关系，毕竟要去很远的地方嘛。在爸爸的朋友家里要听话，我要给他添麻烦。嗯，这个叔叔很好，幸好不是他，长得有点凶。喂，这样很不礼貌。 有什么关系？爸爸一定要早点回来啊，我会想你的。嗯，放心吧。谢谢你能同情我，莱欧斯利大人，能让我再见他一面。我同情的是他。 爱是最温暖的东西，但对你来说，亦是刑罚。好了，走吧。下次与女儿相见之时，希望你已经变成了一位好父亲。